接下来来自英国的牛津大学龙舟代表队，欢迎！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参与其龙舟的喜爱，所以组建了龙舟队。现在标准龙舟赛分为十，奥斯陆战男，再次欢迎五位成员的加入。 牛津大学，请麻省理工和牛津大学各派出六支队员。哇，你看他们的个子，哇，他们都好高啊！他们是男模队吗？这个身高，都好高，个子好高啊，太高了，脸色变了。 有机会倒，有机会倒，它歪了。他们要，红队要达阵了。 第二轮比拼依然是高校的队伍获胜，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。的队员打错两题则全队淘汰，在智力互动大比拼之前，先让我。哎。啊，不的，我再见，不玩了。这是啥？哎。 Hi, my friend。请看下一道题目。要是错了，每个人跪拜我，好不好？ 我宣布，混合组12人龙舟2圈比纳标赛，2分钟准备。2圈比纳标赛，2分钟准备。
这个是半决赛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那个蓝色的很快，好吗？这个巨白。第一赛道的浙江大学五中队，我们要这样。所有选手已经完成了比赛，让我们等待最后的成绩。走吧，那我们就试一下吧，出去赛道。马上下水。嗯。 脱鞋子，鞋子脱掉，鞋子，最后一步。欢迎各位来到首届国际名校学。预备。 龙宫之神，首先就是来宾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。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二。